哟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哦，是 Peter Chow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来到了 KK 的机场，介绍一个朋友给你认识。阿瑞小姐，这次旅游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跟两个国家的朋友一起旅行，在等他们的期间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已经去拿了一辆车，其实它不是车啊，蛮大辆的，看啊，住了这辆。为了招待我们的外国朋友哦，你要算账哦，你行李很多哦。我是还没有开过 van 啊，我是开过国礼罢了，而且一开就要开算账，因为我们会去那个古达山的山那一边。该拿车的时候呢，其实那个负责人真的他介绍很详细，那边要注意啊，定那里边要注意啊，什么东西啊，全部都讲了。这个连接我放在这边啊，你们可以去找他这个人。我们等第一辆飞机来，台湾的朋友先。OK， 现在要去停车场先。我奇怪 handbrake 在哪里？哇，紧张哇！第一次哦，有没有驾过 van 哦？在这里哦，安娜安娜，美乐罢了吗 ？Sub sub order 啦，开始做一丝活没有？啊，你看起步完美，去 parking 先。啊，你在很多车的地方，怎么没有看到他呢？我们在这边等，他怎么跑出来的？啊，变瘦了，对啊，像犯规，你太夸张。啊，可以吧？这个安排可以吗？对，就让你们坐得舒服一点。那你要前排滚后排，后排滚前排都可以了。Nice。哎呀，来这件一凤，哇，你看人，然后这个臭名拉萨，啊，饿了吗？饿了吗？饿了吗？你咋面？啊，你们又在哪？我、哦、这个经典的这个，这边还是用这种古棍的。哇塞，可以去 shopping 了。带我们去商场走走一下，给他们去体验一下我们这边的巴沙。该那个面哦，牛杂面收收了，那个拉沙就比较特别点，跟我们的拉沙、哦、味道不一样，可以 try 那个拉沙。给、okay, ，现在我们走来这个 KK 的巴沙。这是 KK 巴沙的上面的 food court， 哇，西野古早味这边真的很有 feel 哦。虽然是这样哦，但是有一个很美的 view 的，给你们看，哇，直接可以看出去海了，鱼就直接坐上来就直接卖了。下面下去下面看，带你们体验一下马来西亚的非常道地的菜市场，应该你们那边见不到这样的东西吧？没有什么吧，不是马来西亚，是沙巴。沙巴也是马来西亚，嗯，没错。台湾带我们去宜人码头，我们这是什么码头？这座椅码头。给我试一下，对，他应该会听中文的，就抄不收。第一次换币就碰币，换币就碰币，有钱都换不了。第一次在马来西亚取款，啊，可以了，来了。钱来了，怎么这么大一点？是啊，第一次拿马币啊。搞错了，再来。阿姑金扎巴达姆，阿姑金扎巴达姆。塞车时间，到机场了。Hello， welcome to Malaysia。幸会。Hi hi， I'm Peter。Hi。一，要车，出发喽。
刚才喷我的那一个，这个是 Buffalo Wing， 是虾的哈。北京鸭的披萨，我来吃根，我就要吃虾。哇，还有两个小时才回到酒店。现在这个末，把我的朋友去换钱先。所以现在哦，唯一最快回去的方式了，就是这样了。终于到了啦！哎呦，看一下，是1.3个字。哎呀，这边风景应该很漂亮。OK， 我们今晚就住这边。OK， 我们去开箱一下这个，看一下里面是怎样的。叮叮。哇塞！里面是一粒球这样，然后里面是这样，进去看厕所，那个厕所，哎，哦，可以了，累了，明天继续，拜。